它远看还蛮像 Porsche 的，后驱用最好的50000块，然后刹车用35000最好的赛车级，保险杆有原厂、欧系、赛车、甩尾型。这个甩尾型有什么差吗？有比较快吗？那其实就前面保险杆而已啊，那就用最好的吧。引擎的部分用最好的，排气管哦，椭圆形的，圆形的，那就一个孔好吧。引擎盖有原厂光滑哦，凹进去的，双通风室，碳纤，我还是喜欢有一个颜色比较好看的。那是选哪个好看呢？好啦，凹进去的好了，光滑式。那车灯一样改，套件用全部全改，然后这个颜色用，来个粉红色好了，小马粉。喷漆就给它改，改成小马粉。哎，紫色。车群，碳纤的，然后街车，跑车型的好了，导流板，第一导流板，上面，中导流板，加点黑色好了，来个竞速级的好了，变速箱塞侧型的，涡轮。车轮的话，我这次就只有改强化，还有烧胎烟雾，用那个粉红色。车窗我就先不改了，那目前就这些。加速很快哦。加速超快的，来看看前面的方向盘。哎呀！真的还蛮像 Porsche 的。好啦，骑回去了，太回家了，先这样喽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哦，记得分享、按赞，别忘了订阅，别忘了订阅我哟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啊，记得分享、按赞，也别忘了订阅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